刚才呢，如果有人在打这些字，觉得哦，我对不起，我打字好慢哦，没关系，我这个表单提供给各位做参考，你可以用复制贴上的方式 ，OK， 好、哦，所以来很多字你都不用自己打了哈、哦，我先到时候要请各位先开一个浏览器，就一个开一页出来，然后网址帮我打入 gg.gg， 然后来网址给看。gg.gg/phones511 啊，51就是今天5月11号 ,511, 啊 ,gg.gg/forms511, 可以吗？好，你打了这个网址之后按下 enter, 你就看到了，这是我的啊，这是我的，但是我的的话啊，你那个什么，如果你自己想要尝试自己从头打起的话啊，啊，这但是你又觉得打字很慢，那你可以这样子哦，来开一个这个新的，开一个新的哈，一样打那个 phones 点 google 哈，就像或者是这里九宫格拉到最底下表单也可以，好，那假设你开一个新的，好，开始做哦，很多字你要打字很累，你就可以这样子点这里，把这个字。好、哦，反白，然后按可以用按键的 ，Ctrl C， 就是把那个反白的东西复制下来，然后再去点到你刚才新的，点这里，好、哦，贴上，然后再点标题，它就带过来了。然后第二个，哎，姓名，好、哦，所以这里姓名，好、哦，反白之后 Ctrl C， 然后再到这里，第一个。Ctrl V， 胜利的 V 是贴上，然后是简答，然后必填，然后再加一个问题，下一个，好，再切过来啊，切到我刚才左边的这个，好，然后再来联络电话，反白 ，Ctrl C， 复制下来，再切过来另外一个你刚才设计的 ，Ctrl V 贴上，联络电话。然后简答必填，然后再来加下一个，来我再切过原来你们大概预览我的购买项目购买物品，然后再切过来你设计的把购买物品贴上，然后我说这边要换成单选方格，好，然后它就变成左右两列了，好，第一列，好，来再切回我的预览我的鱿鱼丝230元，反白之后 Ctrl C 复制，再到这里 Ctrl V 贴上，贴完了之后按下 Enter， 它会进到下一列，再来继续南枣核桃糕，反白 Ctrl C 复制，好，再切换到你设计的 Ctrl V 贴上，按下 Enter 进到下一个，再切回我的预览牛轧糖，反白 ，Ctrl C 复制，再切到你设计的，贴上，然后再按 Enter。只能一项一项。对，都只能一项一项，对，没办法，就只能一项一项的新增。OK 哈啊，因为它贴上的话，它没办法一次这样子画着贴，好，所以各位就这样子一路复制，切过来贴上，再切回去，再反白复制下一个。哦 ，Ctrl C 是复制 ，Ctrl V 是贴上 ，OK， 你可以借用。当然，如果你忘记了这个快速键，那你就这边反白之后按右键复制也可以，再切过来到这里按右键贴上也可以，好吧？然后右边的栏就是一 Enter， 二 Enter， 三 Enter， 四 Enter， 到5就好了。好，然后打完了，好，就是这边的几项购买物品跟这边的都打完了之后，你就可以按预览看看结果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刚才还没打完的，哦，或者是你今天哎现在才刚刚要从头打的，你可以尝试开一个新的之后预览，我刚才我的预览是 gg.gg/forms511
可以吗？